大家好，我是杰西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《The 12 Days of Christmas》这首歌。好，圣诞节的十二天，这到底在唱什么呢？圣诞节已经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听到那个圣诞歌，到处都可以听得到。好，这是其中一首，而且你应该会听过，这蛮常放的。那它非常的可爱。好，它就是每一天呢，就送你一个礼物这样子。好，那话说呢，杰西家的小宝现在正在加拿大念书，在交换当交换学生，他的 home 家送他这个礼物，好赞哦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瑞士莲巧克力 Lindt chocolate。好，那上面有月，哎，这是算月历，对，他每天日一、二，有没有看到三？这要干嘛呢？十二月一号打开一个礼物，十二月二号打开一个礼物，十二月三号打开一个礼物，但里面都是巧克力，但是每天都有巧克力吃，每天都收礼物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收到最后这边24天，为什么到20而已？因为这一天是 Christmas Eve， 圣诞夕，好，圣诞夜你就是准备拿大礼物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回来呢，这首歌它其实是从法国传到英国的民谣啊，为了押韵，它其实有时候歌词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好啊，它是这样子的 ：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。好，圣诞节的第一天呢，我的真爱就送来给我了，送什么？送一只在树上梨子树。Pear tree 叫梨子，我们有翻到的鹧鸪就是一种鸟，它这边还有斑鸠也是一种鸟。好，这其实杰西看到也分不清楚，那看这个图杰西又找了这个就是鹧鸪。好，它就有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礼物，它通通都把它画出来，还蛮可爱的。好，怎么唱呢？ 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sent to me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。 啊，我走音走得好厉害，对不起。好，是唱歌是不适合我，我教大家唱，教歌词给大家。好 ，On the second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sent to me， 这边都一样，对不对 ？Two turtle doves， 两只斑鸠 ，turtle 是乌龟 ，doves 是鸽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合在一起变斑鸠 ，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， 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好，所以后面来讲，第三天、第四天，那他都会重复讲前面的，所以这首歌真的很好记。其实唱过一遍之后，歌词就差不多记起来了。好 ，On the third day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three French hens， 三只母鸡，法国母鸡。为什么要是法国呢？因为这法国来的。好，第四天 ，four calling birds， 送四只唱歌的小鸟。好，第五天呢 ，five golden rings， 五个金戒指。好，到了第六天送Six geese laying。 好，为什么这个 a laying 呢？它就我刚刚讲它歌词，好，就是六只鹅是怎么样在下蛋的，那这个 calling 叫，对不对？唱歌的意思。好， Seven swans a swimming， 好，七只天鹅游泳。好，那第八天当然就是 eight maids a milking， 八个 maids 女佣，然后 milk 是牛奶，对不对？这边指的是在挤牛奶。好，那到第九天呢 ？Nine ladies dancing， 九个跳舞的淑女。好 ，Ten lords a leaping。好，这个天神我应该给他改一下啦，他就是领主，他应该当领主、领地那个地主的意思啦。他也可以当天神，我看他的图是画那个领主的意思。好，天神跳跃，领主跳跃。好，到了11天 ，eleven pipers piping， 是一个笛手吹笛。好，再来是 12 drummers drumming。 好，我唱最后一个给大家听听看，看我唱得出来吗？我走音会很厉害，因为我的这是音痴。好， tone deaf， 因为有个片语叫 tone， T-O-N-E deaf， D-E-A-F。 好，指的就是像我这样子。 On the 12 days of Christmas,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12 drummers drumming， 11 pipers piping， 10 lords are leaping， 9 ladies dancing， 8 maids are milkingSeven swans are swimming, six geese are laying, five golden rings, four calling birds, three French hens, two turtle doves, and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. 好，我居然唱完了，对不起，走音走得太厉害了。好，那这个呢是摇滚版，摇滚版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sent 变成 gift, G-I-V-E, 摇滚版有歌词，那一般版的没有。最后这边一个感谢信，他蛮爆笑教你英文还不错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真的会笑死。就是你想想看，每天有人送这些礼物送到你家的时候，那你们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一堆人挤在那里，然后这里面信还写到说，他妈妈开始看心理医生，吃安眠药，最后把他们家弄得乱七八糟。他从本来很感谢，到后面非常非常生气对那个人。好，那这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，叫做
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哪来那么多圣诞节？好，那之前还有另外翻那个鲁道夫的红鼻子那个，好，说不定明天来介绍一下换那一首歌。好，那大家就同时忍受一下我这么可怕的歌声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之前因为很多人搜寻，所以呢我就也没有很多啦，就是有一些人搜寻，我就把它再提出来再讲一次。好，那顺便放一篇新的，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最近比较状况不好一点，所以没有常发。好，有机会的话就会尽量发文跟发影片。那大家有什么要求的，好，你想要看到的影片的话都可以留言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，不要忘记按赞。好，拜拜。